你们你在哪里？你在平江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就是来这边把那个民宿给盖起来。哇，意义重大。对啊。那你们缺客人吗？对啊，我们还有。嗯，但是你现在你是从长沙上来，干嘛呢？ 演唱会彩排什么之类的，对啊。演唱会彩排什么之类的，对啊。嗨，有朋哥，师傅。哎呀，哎呀呀！哎，对，我是你师傅哎。嗨。年度最具表现力艺人来当嘉宾啊！年度最具表现力艺人来当嘉宾啊！我好喜欢你的全名哦。那个。 我跟你一起唱那个《把灰尘的歌》。耶，都为你唱一遍。把你心爱的心。他有这样抖屁股吗？什么演唱会啊？你过来这边切磋一下嘛。 大家好，我是九零后新生代演员杨紫，我就是家喻户晓的林心如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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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时间，你开完演唱会就过来一趟嘛。好吧，我觉得老天爷会让你心想事成的。你要不要走到外面的路口来一下？也许你会看见你不看见意外的东西。看见意外的东西。你在哪？开始来了吗？不是吧？我不装了，赶紧！你们在哪呀、啊？怎么找你们呢？怎么找你们呢？嗯？怎么找我们？怎么找我们？你就到村口喊一声纳子荣。那我喊了啊，天上不会突然打雷吧？不会不会。好，来啊，你试试看啊，纳子荣，纳子荣，纳子荣。我有听到回音哎，你再喊一次。天哪，你们在哪里呀、啊，纳子如？如果有黄哥没有来，他现在状态是已经疯了。天哪，我们千里相会也太难了。你真来了？真的假的吗？我们真的走出来了，你可别骗我们。我已经走了好长的路了，我不演了，赶紧来接我吧，快，我满头大汗了已经。是这个方向吗？我们好像是走这边来的，我们是走这边来的。这边，对。这么远，五阿哥在哪？你怎么比紫薇还不对呀、啊？五阿哥跟紫薇不是一对儿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杜飞，杜飞。哦，我看到你的头了，杜飞，杜飞。哦，我看到你的头。哇，如萍，杜飞，好了，我挂了。这个时候他们肯定会发《情深深雨蒙蒙》的音乐。要拐你们出来好难啊，你们。好久不见，右脚啥时候拍呀、啊？我等你好多年了。好，我正在筹备，刚刚才出了第十一稿，一直记在心，你看到我开心吗？我是年度成功撰写人加年度最具表现。我怎么说也是你学长，好不好？我找你一届，来，用推的，你把它弄高一点，立起来。我们又开始到了那个，又开始到了大家争箱子的时候。怎么来了？他们就说这边。而且那我刚第一通我不敢接，他说打给我干嘛？我还给娜娜看。太好了，你现在来太好了，我们太需要你帮忙了，因为现在那个房子它就是一个啊，就是一个。我们需要一个美学指导。对。哦，是吗？对。可节目组不是跟我说的，他说我可以来这边作威作福，有人会伺候我。没有东西啊，谁伺候你？没有一个自我爱听。
我们会伺候你的，有朋哥，我们伺候你。我们有泡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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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茶已经泡好了。